要改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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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改变了啦。哇，如果讲了这一招，他们没有我好做，因为看到兵中这样的好，这样的好的表现，没有好，没有借口来赢他，他们就用另外一招。郭正用什么另外一招？就是说，哎，小心啊，如果你换政府啊，国家会乱啊，危言耸听啊，哇，天会跌下来这样，危言耸听，国家会乱，会乱啊。哇，马来人跟非马来人会打架乱哦，会不会？武夷山会发生哦，哇，好像是要吓小孩子这样，有没有？会吗？会不会？大家也知道，如果我们要换政府，单单靠华人，单单靠印度人，单单靠非马来人是不可行的，对不对？接受吗？这一点，你接受这一点吗？你要换，你一定要有马来人肯换，才有的换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面对政治现实，现在的选民多数是马来人，他们是造王者啊！如果你要这样讲，当然我不再太相信这个只是一个族群能够成为造王者，我相信造王者是所有马来西亚人，而不是只是一个小族群。马来西亚人民2800万才是造王者，但是一个限制的是，政府要换，马来人要换才有的换，所以如果政府一换，怎么样乱？因为要换政府是马来人，对不对？回教徒和马来人，他们要换才有的换。那时候如果他们要换，你不给他换，现在是谁对谁呀？华人对马来人啊，不是，是马来人对马来人啊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 Versailles 的大聚会，Versailles 的示威，多数是马来人，对不对？第一 Versailles 1.0 95% 马来人， Versailles 2.0 70% 马来人， Versailles 3.0 55% 马来人，有乱吗？没有，真的乱。最后你以为他们要叫警方而叫军队来开枪来杀自己马来人啊？会不会发生？会不会发生？在中东他们叫了也叫不通，中东行不通，马来西亚行得通啊，自己先完蛋了。所以没有可能发生的。现在什么世界？现在是 social media internet twitter 样样都有，你是发生什么事情马上全球就知道了，不一样的世界，没有可能发生。现在是要恐吓，所以现在不行，要骗骗不过，要吓吓不到，过去用什么？用钱来收买你咯。啊，骗你骗不过了，吓你吓不到了，现在用最后一招，用钱来收买你。用什么钱？搬砖软压三度马来西亚给你们500块。那个500块啊，哎呀，好心啊，几久才可以拿到？几久可以拿到？5年啊，50年哦，这50年有拿过吗？有没有？50年来没有拿过，只是最近因为他们怕输，他才给啊。他看到明年政府在槟城每一年给乐龄人士100块，哇，他说看到那反应这样好，只是100块一年这样好，嘿，我们也是应该要给哦。不给的话就没有观众，哎呀，快快给，自己拿少一点不要紧啦。哇，他就给了，哎，可是他给你啊，只是为了大选，他没有说每一年给喽。
我们明年不一样，我们每一年给的制度上常年拨款每一年100块，不管有选举没有选举，不管有投票没有投票，每一年照样给。国政不同，为了投票他才给，没有投票你们慢慢等啊。你看他有保证吗？500块他有保证吗？每一年给吗？有没有？今年给，明年还有一轮，因为大选还没有到吗？后年怎么样？后年怎么样？我们问南京，后年可以不可以？好，不要出声。问部长，后年常年每一年有，好不好？他们不要出声，不要紧啊。我们一换政府，年年有余啦，好不好？年年有余，每年500块，最少明年敢讲，每一年500块，国政不敢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也是要赚钱，而且他给你500块，不要以为他很好哦，国政哪里有好的？为什么他不好？他给你500块是，可是呢，不要忘记他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店员哦。你要知道什么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店员吗？知道吗？哇，如果你驾车超速啊，那个 camera 就亮一下，你就中300块了。那个一闪一下，你就中300块了。你知道那一些地方，他说速度不能够超过50块，不是才能够超过50公里，对不对？会超过50公里，每个小时50公里，叫我怎么驾车啊？那个是30、40年前定下来，我现在还没有改哦。那个30、40年前的车有可能可以啦，不会超过50公里一个小时。现在我们用那辆车啊，不一下就超过了哦。不要讲什么车啊，摩托也快过50公里了，对不对？以前的还可以给你一些折扣，如果你中三万还给你一些你靠折扣，现在没有好谈。如果中就要给住住300块，没有折扣的。还不要紧，以前如果50，他超过60才抓，他给你花红博那10公里，哇，这次没有，你超过一点51个，他的电源一闪你就中了，哇，很容易中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沙巴已经有了吗？很容易中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朋友在呱呱叫，一个礼拜他中3张哦，3张几多钱？900块哦，老老王八蛋，那个600块、500块给我还不够，我还要倒贴啊！所以我跟你讲，那500块给你是给你一时爽，如果他给你一时爽，他是一世爽哦。为什么我讲他一世爽？因为他的那个店里可以闪。600块，哇，2闪他就拿回本钱，还要赚100块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，他给你钱啊，跟你买啊，买你的心啊，对，过后你还要倒贴给他。所以他说，我问你们他厉害不厉害？厉害不厉害？哦，厉害哦。你以为他是买的选票给你甜头，过后还是向你开刀。